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档的需求，我们举例。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需求，像是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需求，第一种像是影片转影片，影片转影片像是 AVI 这种奇怪的影片格式，很多软体已经不支援了。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像是 MP4 或是 MOV 这种比较主流的档案格式。那第二种转换是像是影片转音档，就是啪哒哒。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需求，第一种像是影片转影片，像是 AVI 这种格式啊，太多像是了耶。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啪哒哒。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这种需求的话，像是 AVI 影片转影片。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纸。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这种需求的话，像是影片转影片，可能像是 AVI 转换成其他的格式，因为 AVI 这种档案格式很多软体已经不支援了，你可以转换成 MP4 或是 MOV 之类的。那第二种转换是影片转音档，影片转音档就是很快的把影片删掉，然后只保留音档的部分，让你有点像是在听 podcast 的感觉。那第三种呢，就是音档转音档，就是 MP3 啊，如果 MP 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的话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的话，像是影片转影片，可能 AVI 你要转成比较主流的格式 MP4 或 MOV。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你的影片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可能像是 AVI 啊，你需要转换成比较主流的格式 MP4 或者 MOV 之类的。另外一种是影片转音档，可能你要一个影片，但是你只需要保留音档的部分。那第三种是音档转音档，就是可能不主流的音档格式，你想要把它转换成 MP3 之类的。那这三种转换档案的需求的话，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的话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那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就是转。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你影片需要转影片，假设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转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格式转换的需求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格式转换的需求，像是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格式转换的需求的话，像是影片转影片 AVI 之类的、啊、你要把它转换成比较主流的格式。那或者是影片转音档，可能你的影片只需要保留音档的部分，那影片转音档，或者是音档转音档，可能有一些不支援的音档格式，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主流，像是 MP3 之类。如果你这三种需求的话，今天有一个软体公司叫做 Headpole，他给我一套 Headpole Video Converter 影片转档软体。No, Jesus. 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格式转换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你需要把它转换成比较。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你可能要把它变得比较小，或是符合你需要的档案格式。
Hi, my name is Kai Wan.如果你平常会有转换档案格式的需求，像是影片转影片，可能像是……Hi, my name is Kai Wan. 如果你平常会有档案转换格式的需求，